是谁？你爷爷偷了我的笔记本，我得在他烧掉之前拿回来。George 爸爸可不是我的爷爷，他不是小偷，你才是。你就是个地痞无赖。你快走吧，不拿到本子我不走。为什么你非要那本子？我不能告诉你。是个秘密吧？是的。太好了，我喜欢秘密，赶快告诉我。这不行。你要是不肯说，那就走吧。不拿到本子我不走。我会有麻烦的，你快回家吧。那好吧，我保证他不会烧了你的笔记本，快走吧。星星的锁孔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钥匙。